让我们来看看鸟妈妈浴图时，鸟爸爸急着想要进去看望心肝宝贝的模样。瞧，这浴图的时间，可把鸟爸爸等得有多心急啊！鸟妈妈是不允许浴图的时候，鸟爸爸跑进去插手喂食、探望鸟宝宝的。鸟爸爸必须确实的做好站哨职责。看一下到底好了没？终于喂好了，鸟爸爸迫不及待地前往探望小宝贝。不过鸟妈妈并没有给鸟爸爸太多探望时间，鸟爸爸都还没跟孩子们说上话，就被催促着快去准备下一餐。这鸟爸爸也是绝了，抓紧鸟妈整理妆容的空档，赶紧溜进去看孩子们。鸟妈妈终于发现鸟爸爸待在巢里没去张罗下一餐，满脸的错愕，于是开始骂骂咧咧起来。您说他们会因此吵架吗？